喂，Hello 各位，依個係另一個開箱文啊。上次講過，我哋仲有一盒 Break Q Education 系列 number 咧係200471嘅。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個人嘅一個STEM 嘅 key 嚟嘅。咁我覺得其實都適合小學生啦，六歲以上。咁入邊咧會有啲咩咧？或者我哋開一開個盒度望下先啊。咁由於時間關係啦，咁其實呢盒我開過，咁我而家開開個貼紙先。好啦，我就打開個盒先啊。好，大家會見到咧有本說明書啦。咁另外有三包獨立包裝，同埋另外仲包埋一嚿咧。嗱，咁我哋睇依個說明書先啊。這個說明書呢入面呢好像是有兩個 model 的，一個呢就是一個頭籃，就是一個物理的原理頭籃來的。那我入面都有教你怎樣砌的，那我稍後或者可以跟大家高呼一下這兩個 model 可以砌到什麼呢。這個是第二個 model 來的，你會看到呢好像有個獎杯，還有應該有些是實驗的部分啦。咁另外頭先睇封面嗰度咧，我哋睇到咧有另一個實驗部分嘅頭籃啊，有個頭籃機啊，佢都有教埋點砌嘅。咁我轉頭咧會砌曬兩個 model 俾大家嘅。
我而家研究埋最後一部分咧，因為頭先補充翻啦，而家個頭攬咧，其實個高度校咗，我哋去校高啲啦，校短啲啦，同埋頭先我射出嚟嗰個球嗰個高度咧，一樣係有得校。你睇下有數字嘅，而家我升高咗咧，其實增加咗難度。咁一路試咧，試唔同嘅位置啦，同埋試唔同嘅力度，睇下邊一個係啱嘅。這個科學實驗嚟嘅喎，真係好似好實用喎。